哎呀，这又碰到了这种美女马车了。这马脸上戴个眼罩，估计是怕了乱跑。上面都是美女。你看那个马的眼罩给遮上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好了。No, thanks. 哎，这是圣诞树。这马怎么点头呢？搁这儿一直。哎呦，脑袋甩的！哎呦呦！这美女刚才一直邀请我。美女刚才邀请我呀，我心动了。这美女的力量确实是厉害。我记得我去这个韩国的时候 ，No thanks。我去韩国的时候啊，他这边也是。走到那个火车站旁边有一个红灯区，哇塞，那里面那个美女，当你跟你一打招呼的时候说，欧巴哥哥快点过来吧，那个确实心动，确实心动，一般人是抗拒不了这个诱惑的。现在岁数大了呢，定力强一些。 Hello， 三星洲国际车。 No thanks， 就是这是卖车的。上那边走一走，你看这橱窗里的东西还是很漂亮的。哎呀。